好，那你告诉妈咪你在做什么？好了，你可以放鸡蛋了，可以放鸡蛋了。好了，可以放鸡蛋了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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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到了，到了。好，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好了，好了，放进去 ，OK。好，你别动它，好吗？别动它。先不要搅它，等它一下。那等一下你自己煮了，你要吃完好不好？嗯，真乖。打到鸡蛋里面，要在外面打喷嚏，朝外面。好了吗？你觉得鸡蛋好了吗？嗯？好了。好了。我给你拿勺子。你可以拿，拿了你，你还没好，还没好。你看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叫他做什么？你看一下鸡蛋好了吗？雅涵呢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妈咪看一下鸡蛋好了吗？嗯，我觉得好了，可以了。妈咪拿勺子。